三支馒头007座驾伦敦游街。铁金刚电影出现的跑车通常都是集型格科技于一身，如果拥有一部都几好啊。这部60年代的 Aston Martin DB5 跑车可以射导弹，座椅还可以弹射，最近在英国公开拍卖，市场预计可以卖到3900万港币，可惜最终只是以3188万成交。投到部车的美国汽车发烧友耶格吉打算揸住部车在伦敦兜圈过下瘾，之后就会摆在美国一间博物馆。又是的，咁多年前的车梗是看好过揸啦。